件是游泳衣的材质，极度大弹，然后呢它的手感非常的软，罩杯的话一公分，然后它的手感就是这样子，会回弹的一个罩杯，一体成型的罩杯，双肩带稳定度很够，高弹性，后背的话这边不会太紧，你看整个是舒服的，这边一样是帮你有做车线，所以在视觉效果啊，就是如果像我比较瘦的粉丝，你们就不会觉得哎胸部感觉扁扁的，然后视觉效果不好看。那它的长度是做那种比较短版的 bra top， 然后我现在穿到这个颜色，大家应该很爱吧，咖啡色，哇，有点美式休闲，有点率性，有点显白。其实外穿想要搭牛仔外套搭咖色，你看超时髦的，就是一个时髦欧美姐姐的一个感觉。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肤色做得非常漂亮，不会像那种传统式的内搭肤。色感觉有点偏小黄色的感觉，我觉得整体啊又迷迷又性性的，我觉得就非常的好看。这边都是可以把罩杯拆掉的，它手感非常好，就像我这样一直在那边玩它，我觉得它都是不会变形的。黑色当然是最性感也是实穿的一个颜色，然后胸前的位置也不会因为你比较瘦而比较空，所以我觉得整体的这个罩杯啊，我觉得很加分耶。